您就是在我们家做过保姆的关婶。你是？我是奎元。奎元啊。你是奎元？社工程师儿子社奎元？对呀，是我呀。19岁那年，我得了一种恶疮，浑身冒能，体无完肤，哪儿都治不了，就等死了。是您用祖传秘方配制成了一种熏药，把我救过来的。认出来了，是你。哎呀，关婶啊，您可是我的救命恩人，我可找到您了。你找得好啊，你带兵闯入我家搜查，就这么来报恩？关婶，我来大栗树镇时间短，不知道这就是您的家，冒犯了。温女士，传我的命令，全都撤，撤回去。团总，咱们就这么撤了？这是我的救命恩人关婶，我能在他家里折腾吗？撤，都撤回去。撤撤。关婶啊，今日公务忙，改日再来拜见你。你不必客气了。不，关婶，我一定正式的来拜谢您。我先走了。娘，娘，你救过佘团长的命啊！哎呀，娘啊，你可真了不起呀！你太厉害了，这可太好太好。你咋的了？像打鸡血似的。娘啊，你是不知道啊，你等着啊。哼。团长。伤员明明在关家，为了报恩，您真的就不搜了？我的参谋长呢？我能为了报恩就不抓游击队了？哎呀，咱娘救过大栗树镇守备团团长佘奎元的命啊！哎呀，娘就算救过他的命，值得你这么兴奋？大哥呀，能不兴奋吗？不有那么句话吗？挨着大树好乘凉啊！以后佘奎元就是咱们家的大树了。什么大树啊？歪脖子树。大哥，你傻呀？有多少人想攀这个高枝，他都攀不上啊，你知道不？我不傻，你攀佘奎元这个高枝有啥好处啊？你没看到现在国民党正跟共产党争夺天下，这将来的天下是谁的？还不好说呢。哎呀，那还用问呢？那肯定是国民党的呗。去年秋天，你忘没，大哥？共产党的部队过来，那穿不像穿，戴不像戴，那用的那都啥武器啊？你看人家守备团那个装备，大檐帽、高筒靴，那走道都咔咔的。就人家那好枪好炮，你谁能干过人家？那很难说。俗话不是说的好吗？得民心者得天下。哎呀，那郭老大还挺懂啊！谢谢关大娘。王先生，你们都是游击队的？是，我是政委，你们家老三是队长。啊，三东家是队长？队长是啥呀？啊，队长就是管我们游击队的官儿。啊，三叔还是个官儿？他不是跟我们说他去关里做买卖了吗？看来他是把咱们都骗了。三叔太厉害了啊！三叔在家那会儿啊，就教我识字儿，讲什么都头头是道，要不能在游击队当队长呢。三叔就是厉害。呸！不要脸啊！那是你三叔吗？
那是我三叔。干啥呀？说错了？山杏。啊？你这眼睛是装的吧？谁说的？你容易回不来，你知道吗？啊？山杏啊，就是装的，我早就看出来了，她是不愿意嫁给魏佳音。还是奶奶厉害，活神仙。魏佳音多好。哎，王政委在咱家的事儿啊，谁都不能说。啊，杏啊，特别是你爹，太不担事儿了。他要是知道了，姓佘的呀，一来他非慌了不可。啊，是，我爹的确有这毛病。哎，奶奶，哎，站住站住，干嘛呀？我给奶奶送银耳汤，给我就行了。走吧。嗯，等会儿，以后进我屋得敲门，听见没啊？听见了，一点规矩都没有，把门带上。走了走了走了。吓死我了。你别碰着那腿。没事了，那个关大姐，我还是走吧。别连累你爹爹了。没事没事，不是怕你连累我们。再说了，大白天不能走。老三呢，安排大明把你送来了，他一定回来找你，那时候走也不迟。谢谢关大娘。哎呀，谢啥呀？王先生，你是教书的人，舍去本行，为老百姓打天下，我佩服。我老太太呀，干不了什么大事儿，做点能做的事儿，应该的。大明啊，啊，上门外看着点啊，谁也别让进来。哎，当我没看见你啊？这家里红可好吃了，你吃不吃？不吃。嗯，干啥呢，大明哥？嗯，看景呢。啊，那我陪你一起看。哎，别，你这景俩人看啊，就不美了啊。大明哥，人家给你十升，就换不回你一斗啊。哎呀，大杨，你要是能算这么清楚啊，你去前院粮站，你帮人卖粮去好不好？哥没时间跟你在这闲聊天。丁大命，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心里咋想的。咋想？不是你，哎，干啥？你以为山杏从房上掉下来摔成斗鸡眼了，你就有机会了是不是？我告诉你吧，龙配龙，凤配凤，耗子老婆会打洞。一看山杏喜欢你，老关家绝不可能把山杏许给你。大杨，哥呢也得感谢你啊！你说你为我这个事儿操多少心啊！啊，但这点事儿我想不明白，这么多年高粱米我不白吃了？想明白了你还？我还啥？你还不对我那啥的？来来来，大杨，咱俩呢是啥？是个脚啊，不和谐。鞋呀不合脚，咱俩不合适。哪儿不合适啊？咱俩都是穷人，你是伙计，我是佣人，站起来一边高，蹲下一边齐，谁也别嫌弃谁。我虽说长得不好看，但是好看能当饭吃吗？不能。丑妻近地家中宝。我是不是宝？宝宝宝宝，你肯定是宝啊！宝大鸭，大宝鸭，大鸭宝，哥有事儿，
神呢？你该忙你忙去，你快，你该忙什么忙什么去吧，好不好？你拿命！你这是在应付我！我告诉你，别以为没人喜欢我，到时候你这宝要是跟别人好了，你可别后悔。我尽量不后悔啊。你干什么呀？我去看神杏。你不能去看神杏啊！我跟你说，神杏现在啊身体不舒服，你不能去。大燕，你怎么不听话呢？你啊，我告诉你啊，我今儿就不让你过了。哎呀，我就不信这个劲儿了，我今儿非过不可。你过个试试。大丫呀，你说我给山杏看眼睛呢，你们在外面闹啥呀？赶紧回屋去。啊，我知道了，奶奶，我不进去了。让大命进来。哼。大命啊。哎。进来有事儿。哎。奶奶，你叫我。啊，王政委呀，在山杏这个屋。不安全，你想办法给他换个安全的住处。安全的住处，粮库安全啊。啊，行，一会儿瞅着没人的时候，你就把王政委送到粮库里去。哎，大旺，去之前先去看看，别里面有人。用你说，那我去了，奶啊。丁大明。好好干啊！我三叔要是满意了，给你升个一官半职。一官半职？什么官？机关啊？啊？什么职啊？烧纸啊？哎呀！奶，你看他啊，不是打就是骂的。打是亲，骂是挨骂。啊，那行，那行。奶，谁跟他打是亲，骂是爱啊？见他就烦。你呀。心里想的什么，我全知道。行了，不爱嫁老魏家，你自己说了算吧。我才发现啊，奶奶真是我亲奶。那以前我是你后奶奶啦？啊，没有啊，傻丫头。团座啊。你的眼力可还真行啊！这老太太变化挺大的，你还能把她给认出来？老太太在我们家住了6年，对我非常好，又救过我的命，我怎么能认不出她来？可就是没有想到，能在大梨树镇这个地方遇到她老人家。嗯，在那种情况下。你能让部下撤出来不搜了，也算是给足了老太太面子了。做人要讲究嘛，老人家的面子是一定要给的。我之所以不搜，一方面是不想伤害恩人的感情，再一方面就是要放长线钓大鱼，顺着这个线索找到游击队的老窝，一举消灭他们。我已经通知了特务队的刁队长，让他在官家四周设了埋伏。一旦伤员要逃走，或者有人来救伤员，我们就可以顺藤摸瓜了。团座，我有点不明白啊。您说上峰派咱们这样一个团，来到大梨树镇驻扎，难道就是为了守住这个铁路和隧道？对呀。就是守住铁路和隧道，这是一个交通要道。如果游击队把隧道和铁路桥给毁了，那么粮食、钢铁、汽油等重要战略物资就运不到沈阳了。仗一旦打起来，前线就要吃紧了。我有点不应该问啊。您说上峰派咱们来到这里，是不是还有更重要的任务？你不知道吗？不知道。那就是没有了，就是守桥守隧道。刚才上峰还来了电话，把我一顿训，让我们尽快修复铁路桥，
我现在的心腹大患就是山上的游击队和土匪总来捣乱。啊，冯参谋长，你把关家那个老二还有向我们报告线索的那个年轻人给我找来。好。看看你，缺点啥？我缺啥？王政委，你这腿咋样了？关大娘上完药啊，好多了。王政委，你要缺点啥，需要啥，你就跟我说啊。不缺啥了。那我先走了。啊，大明，问你个事儿呗。你说，你为啥救我呀？为啥救你？我三叔让我救你的，啊！再说了，你是共产党的游击队，为劳苦大众打天下的。你小子懂得道理还挺多呀。说的对吗？对。去年秋天，咱们镇子上来过共产党，还在关家大院住过呢。我是听他们说的，共产党是穷苦大众的党。领导穷人翻身过上好日子，还有啊，共产党的军队啊，他对穷人都可好了，就算进你家喝口水，那都客客气气的，不像那守备团一个个山猫野兽了，欺男霸女，伸手就打，张嘴就骂。还有，我哥就是让他们拉着壮丁当炮灰死了。我从小就没爹没娘。我哥把我养大的，我哥走的时候拉着我的手说大命啊，你等哥回来。我哥再没回来过。我恨死那些混蛋。明白了，坚强些大命啊。没事儿，这事儿都过上好长时间了。对了，王政委，我刚才出去转了一圈，我发现关家大院旁边啊多了好多特务。这么说我现在出不去，关队长也进不了院啊？可不是吗？这可怎么办呢？得想个办法啊。王政委，我是这么想的啊，回去也是养着，莫不如在这养好了啊，等养好了以后我送你回去。我怕连累关家大院的人呐。这没事儿，你放心，这个地儿啊是当年关家大院为了防土匪挖的密室，没几个人知道，就算他们来查也查不到这地儿。王正梅，你呀就好好在这养伤啊，等着我那个送饭的时候再来看。谢谢你啊，大明。王正梅，你就别说谢了啊，我走了啊。小心点儿。嫂子。哎。你来干啥来了？我来拿点小豆，中午做红豆饭。你看见什么没？我没看见啥。你叫什么名字啊？在下姓关，名世才。
你是关婶什么人？儿子，我娘有三个儿子，我行二，是您救命恩人的二儿子。现在在哪里听差啊？我在镇上警察所听差。你愿意为守备团效劳吗？非常非常愿意。很好，现在有一个升官发财的机会，你愿意干吗？听从长官吩咐。你家里藏着一个游击队的伤员？没有没有没有，团座一定是误会了，一定是误会。我没有误会，我是给你娘留个面子，才没有把伤员搜出来。现在我把这个差事交给你，你把他找出来，盯住他，看他都和什么人接触。嗯，任务完成了，我会奖赏你，或者给你个一官半职。团座放心，只要伤员藏在我家，我就是挖地三尺也把他找出来。嗯，为了你方便工作，我把你调到特务队去，你愿意吗？听从长官调遣。啊，你现在就去找特务队的刁队长报到吧。是。团座，我去特务队就是一个小特务啊。你还要干什么？团座，您刚才不是说了吗？要给我弄个一官半职的吗？就是一官弄不上，咱还得弄个半职吧。我是说，你把伤员找到了，我有可能给你个一官半职。你听不懂人话吗？听懂了，听懂了。老大。哎。有事儿？你今儿是不是看见王先生了？看见了。嫂子，王先生在官家大院这事儿，你谁也不能告诉。就算我哥活着，也不能跟他说。那我问你，那个王先生是不是守备团要搜的那个伤员？那我明白了，嫂子，你从今儿起啊，做饭多做一个人的份儿，留出来，我到时候给王先生送去。东家知道吗？东家不知道的事儿，得瞒着他。知道了。行，我走了啊。哎，山杏那个眼睛真摔坏了吗？没有，他是装的。没摔坏呀。啊。哎呀，咋的了？没摔坏，你嗨上了？你傻呀！山杏要是一点毛病没有，她能嫁给你吗？她要是真摔成个斗鸡眼，没准咱还能捡个便宜呢。嫂子，看你说这话，那人家是谁呀？那叫千金大小姐，我是谁呀？我一臭长工，啊，这便宜咋捡也不会让我捡着。哎，你别说她摔成斗鸡眼，她就摔成蛤蟆眼，她也不会嫁给我。你少装糊涂啊！我早就看出来了，山杏对你有意思，只是你不敢往那上想罢了。哼，有句话咋说了？癞蛤蟆想吃天鹅肉。嫂子，我觉得那癞蛤蟆肯定是个傻癞蛤蟆，想点啥不好？想吃天鹅肉。呀，行了，也别跟我说这些好听啊！你说多了，我容易晚上睡不着觉。嫂子。你记着那事儿啊，走了。跟他哥一样啊，心眼太实了。李佳莹，你上这干啥？管我干啥？哎呀，哎呀，小子说话挺横啊，是不是我娶了白梨花你心里不舒服？白梨花真是瞎了眼，怎么就嫁给你啊？哼，要不我把她还给你。我要知道她是个活僵尸，天天晚上跟死人似的，白给我都不要。
那你可怪不得人白梨花了。什么样的女人跟了你，都得变成僵尸。你小子敢埋汰我，你信不信我揍你？哼，守备团门口，来来，哎哎，哟，长官，冯参谋长，干什么呢？你们两个，公鸡斗架呢？没有没有，你闹着玩呢。你，跟我进去。啊，是。你，快滚。这小子来干啥来了？哎呦，大小姐，你在这干嘛呀？啊！哎，别跑，别跑！你别，咋的？还生我气呢？让你拿烟熏我，那账还没给你算呢！哎呦，你好好的。哎，行行行行行，你要真生我气啊？这样，你打我两棒子，你消消气儿。真让我打呀？我真让你打。你说的啊？我说的。一，二，哎，三。啊！我就知道你舍不得打我。你就那么想让我嫁给魏佳音啊？啊？不是你嫁不嫁魏佳音，他跟我没什么关系。少扯犊子，好好说话啊！那你说，你不想嫁给魏佳音，你想嫁给谁？我想嫁给你呀！哦哦哦！咋的？你也斗鸡眼啊？大小姐，你就别忽悠我了啊！你容易给我忽悠抽了。忽悠你了？不是，你说你是谁？我是谁啊？那我就是河边的狗尾巴草，你呢？你是那后花园里的牡丹花啊？啊？你说你那后花园养不下我，我那河边栽不了你，咱俩不是一类人。丁大命，你这做人咋就没点志向呢？我倒是想有志向啊。你说我们穷人家的孩子，得知道看米下锅啊。不知道别人的鞋有多大，他知道自个儿的脚有多大。我娘说了啊，这不贴谱的事儿你就千万别想，所以你就别在这忽悠我了。你忽悠多了，我容易相信了。行了，我就跟你开个玩笑，你还当真了哈？我告诉你，我就是架苍蝇、架蚊子、架癞蛤蟆，我也不会嫁给你。行了，你也别难为自个儿了啊！架苍蝇、架蚊子、架癞蛤蟆，那你还不如嫁给魏佳音呢。臭是你！跟你说点正经事儿，那你别打我啊！不打你，赶紧的。哎，啥事儿？你把王先生藏哪儿了？王先生？啊，粮库里啊。具体位置？具体位置，我不能说。哎，王大哥，你哥我你还保密啊？不是我想跟你保密的，是奶奶说了，谁也不能告诉我。熊样啊，保密吧。有保密。你这生气了？哎，我就生气了，你怎么办啊？你生气了，我也没办法。哎呀！好人呐，都是好人，都是好人，都是好人呐！娘，我，哎呀，佳音，你怎么这身打扮呢？怎么了？你在哪儿借的呀？这可不是闹着玩的，这是要杀头的呀！你赶紧还给人家，娘，听娘的，你干嘛？还给人家，还给人家！我的，我已经是守备团的人了。老总啊，有话你跟我说，你跟我说啊！你。哎呀，老总，爹，是我，你这个兔崽子，爹，这胆儿差点给我吓破了，爹，怎么了？看我爹那点胆儿。哎呀，你穿了这身皮，谁看着谁不害怕呀？就是，哎，你不是说
守备团的人不会要我吗？看见了没有？我现在正式告诉你们，我就是守备团佘团长的副官了。那你不成狗腿子了吗？哎呦，这里老百姓都跟守备团叫黄狗子。是，啥黄狗绿狗的？看见没有？就这个，才能替我们老魏家洗刷耻辱，报仇雪恨。呀呀呀！赵三龙烧我们家酒厂这仇，我报定了。还有，从今往后，谁敢欺负你们老两口，没事儿，我就一枪崩了他。哎，我收拾东西。哎呀，不能随便杀人呐！不是不是，他爹呀，你说孩子当的什么副官，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啊？哎呀，我看。不是什么好事儿。哎呦我的妈呀，我这心都提到这儿来了都。儿子，你这是干啥呀？我现在是守备团的人，那我的吃住现在就得在兵营了。那从今往后你就不回来住了？放心，我会常回来看您的。经理，啊，说走就走啊？孩子大了不由爷。哎，别说啊，这身军装一穿上，还真有点爷们气了。谁呀？我，你二叔。二叔，你咋来了？啊，没事儿，我过来看看。啊？哎，二叔，你不当警察，改行了？不当了，改行当特务了。当那警察有啥意思？连个枪都没有。看，枪都配上了。哎，二叔，那你现在是小特务了？现在是小特务，将来就是大特务。你喝茶不？不是喝啥？山下，啊，你这眼睛真摔成斗鸡眼，回不来了。哦，回不来了，你说咋办？哎呀，可怜我这大侄女啊！你说长得漂漂亮亮的，竟摔成个斗鸡眼儿，这以后可真的不好找男人了。二叔，你跑我屋来，这又踢又翻的，你找啥呢？啊，不找啥了。哎，你说像我这样，这以后找不着男人，那我找丁大命成不成啊？你呀，就死了那个心吧。你爹宁可把你剁了喂鸭子，都不可能让你嫁给那个丁大命。哎，哎，二叔，你是不是怀疑丁大命藏我这儿呢？借他俩胆儿。哎，哎，你干啥？我看看你这柜里有啥。我这柜子里都是姑娘家的东西，不能乱翻。我是你长辈，我看看怕啥呢？哎呀，你是个长辈，就更应该有个长辈的样子了。你说哪有长辈跑到侄女房间里乱翻的？像个长辈吗？啊，我翻翻你柜，我就不像长辈了。对，就不让你翻。你要不让我看，说明你这柜里边就有鬼。鬼都在坟里呢，哪来的鬼啊？去。小山杏，你再跟我捣乱，你别说我真对你不客气了啊！哎，这啥？
枪。真的假的呀？这不是逗小孩的玩具吧？什么逗小孩玩具？这就是真的。别勾啊，勾就响了。这个山杏啊，这倔脾气，我真是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。等他眼睛好了的吧。我看他是装的。那斗鸡眼装一时半会儿还行，装那么长时候，你能装得住啊？东家，奶奶，不好了，二东家跟山杏吵起来了，二东家都动枪了，赶紧去看看。是真的吗？啥假的？这就是真的，还假的？我告诉你啊，啊，这个鸡头搬起来，这是扳机，一扣扳机就响。哦，扳机一扣就响。哎，让我试试看。哎哎，别勾啊！别勾就响。这是扳机。哎哎哎哎，别勾别勾，一勾就响，里边有子弹。我就要试试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，小姑奶奶！哎呀，太好玩了，这比放鞭还好玩。这干啥呢？兰儿，你怎么把枪给他玩啊？不是，我给他啥枪？我给他枪。这个，我跟你说，小山杏，没你这么胡闹的。你还说孩子，你这个当二叔的有啥大不了的事啊？你跟孩子动枪？娘，我没跟他动枪，我就是拿出那摆弄摆弄，完了就让他抢去了，这当当放好几枪。你进这屋干啥？就是啊，你进我屋干啥？进来以后一通乱翻，我不让他翻，他就掏枪吓唬我。这枪是哪来的？那个佘团长提拔我，把我调到特务队来，这是特务队给发的。皮也换了。嗯，你看这身是不是挺带劲的？你觉得挺荣耀的是吧？那当然荣耀了，这佘团长对我的器重了。哎，不是你咋打我呀？我真后悔生下来没把你掐死。你小的时候就偷鸡摸狗，长大了也不务正业，你抽大烟耍钱，娶个媳妇你不好好过日子，你还去逛窑子。娘，是不是白丽花又上你跟前告我刁状了？还用她告吗？我眼睛不瞎，我能看着。我告诉你啊，赶快把这张皮给我扒了，把枪还给佘奎元。你要是敢给守备团当特务，你就给我从官家滚出去，不认你这个儿子。好好，我听你的。一会儿我把这皮也扒了，把枪也送回去给佘团长。兰儿，你上山杏这屋翻啥来了？我找游击队伤员。谁说游击队伤员藏咱家了？就是我娘的那个旧的那个佘团长，他说的。他说咱们家藏着伤员，为啥他不亲自把伤员抓走啊？娘，他说你呀是他的救命恩人，他不好意思在你面前动硬的，就说怕伤了感情，就叫你来抓。娘，我吧也是为咱家好，你也知道，你私藏游击队伤员那可是犯罪啊，又弄不好咱全家人都得跟着掉脑袋呀。哦，我明白了。你刚才跑我屋里一通乱翻，就是怀疑我把伤员藏屋里藏柜子里了。哎呀，你把游击队伤员藏柜子里了？别在那一惊一乍的啊。没有啊，柜子我翻了，没有。你们肯定给他转移了。哎呀，你还给转移了？丁大面，你知道私藏游击队伤员的罪过有多重吗？这种罪过你也往咱家身上安？东家，你别跟我发火啊，不是我说的，不是，这二东家一直在说吗？丁大面，你别在那给我你给我演戏啊！佘团长说了，这个游击队伤员肯定就藏在咱们家的大院，你们出去看看去，那特务队人得有多少？就是以游击队伤员，就是插上翅膀，他都飞不出去。咱们要是主动给交出去，那可就是立功啊！啊，如果要是让守备团给搜出来，你看那可就麻烦了。你是自己看着办吧。老二，娘跟你说话呢。赶紧把那事皮给扒了，把枪还给佘奎元。我知道了。
娘，山杏，咱们家真藏着游击队伤员呢。老大，别问了，没有的事儿。啊，没有，奶奶都说没有，就是没有的事儿。哎，山杏，你这斗鸡眼不好了吗？我眼睛好了吗？你。你笑什么？啊，我他笑二叔呢。对呀，我笑二叔呢。你说白忙，白忙活一通，太好笑。白忙活有什么好笑的？哎呀，要不好笑就别笑了。老大呀，我盯着点老二啊，看他能不能把那身皮给我扒了，把枪还给社科员。知道了，我盯着他。爷爷，看好了吗？